蒋介石的党籍与他断绝一切关系，这就意味着蒋介石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败。可政治上的处分没有多大作用，我们必须在军事上对蒋介石予以迎头痛击啊！再说，4月初汪精卫才从莫斯科回国，国内的局势他能了解多少？ 他虽然是国民政府主席，但真正掌握兵权的可是蒋介石啊。去年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已经让我们吃了一次哑巴亏。这次我们更是付出了血的代价。难道一个处分就算了？事情总得一步一步解决。难道我不想抓了蒋介石为同志们报仇吗？可现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时刻，我们更要克制。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部会对他进行依法惩治，我们要做的就是配合他们开展工作，其他的一概都不要再说了。你们就当体谅体谅我好吗？参谋书记，北京急电。先生。 北方区委的同志说，守长先生拒绝了劫狱计划，因为监狱警备森严，不希望同志们再为他冒险，是革命力量在受损失。在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下，张作霖对如何处置李大钊等人，有过一段时间的犹豫。 直到4月28日，刑事突变，特别法庭在京师警察厅总监的客厅里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对李大钊等20人处以绞刑，立即执行。李大钊。 还有什么先说的？力求速办。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1983年10月。 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北京万安宫墓落成，他的功绩将永远为人民所追怀和崇敬。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距4·12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有80多名代表参加。 当时，全国共产党员人数已有近6万名。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会上，陈独秀对自己的右倾错误做了检讨，但对我党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大家最关心的如何从危机中 挽救革命的问题，均未给出切实可行的回答。
1927年5月21日，在国民党第35军军长何健的阴谋策划下，驻长沙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了残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反革命叛变，史称马日事变。仲甫先生，见了吗？先生，今天我来就想问你一句话：马日事变后，湖南省委组织了10余县、万余农军围长沙，是完全有可能消灭许克祥那1000多人的。可为什么要下令撤退？正是因为这个命令打乱了湖南省委的部署。许克祥疯狂反扑，致使湖南农军伤亡惨重。湖南省委私自决定组织农军围攻长沙，这是什么？这是逞一时之快。如果各地都起而效之，国共还要不要合作？统一战线还要不要维护？许克祥是唐生智的部下，管束他是唐生智的事，而不是靠什么农民武装去消灭他。何况唐生智和汪精卫已经答应处分和严惩他了。处分，处分，又是处分。当初4·12，就说给蒋介石处分的，结果呢？4月15日，李济深追随蒋介石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要说起而效之，这才是起而效之啊！先生，已经血流成河了，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任人宰割吗？你让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不能树敌太多，我们只能忍辱负重，以求团结。蒋介石已经公开地背叛了革命，北方还有张作霖虎视眈眈，你还要我们跟汪精卫也翻脸吗？是他翻脸在先啊！马日事变以来，湖南各地20余县先后发生了类似事件，全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已经超过10000人了。可汪精卫怎么说？说这是军民冲突，要和平解决。如果我们现在再不有所行动，无数个马日事变还会在全国发生。眼下我们应该尽快的把各地工农武装集中起来，用武力去反抗那些反动军阀。先生，不能再犹豫了。你以为我不想吗？可是共产国际的指令怎么办？5月指示要求我们进行土地革命，搞工农武装怎么搞？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绝无可能。要完成这个指示，就离不开国民党的配合。我们现在所能依赖的只有汪精卫了。汪精卫靠得住吗？5月以来，他已经多次下令禁止湘鄂等地开展工农运动，指责农民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是无异于反革命。他还下令解散湖北黄冈、黄陂2个县的农民协会。这一系列举动已经表明了汪精卫在急剧右转，导向反革命是迟早的事情。陈先生，难道你还觉得最近针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种种暴行只是巧合吗？仇视革命、反对共产主义的一致立场，已经让帝国主义列强、军阀、买办各种反动力量迅速同流合污了。我们唯有尽快地组建起一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武装，才能和他们。组建自己的军队谈何容易？那些农军、那些工人纠察队，人数再多，说到底还是工人，是农民，没有经过军事训练，没有武器，怎么跟正规军抗衡啊？幼稚。陈书记，这就是你我之间的根本分歧。要完成革命，我们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工人，就是农民，就是革命群众。军队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农民拿起了枪就可以成为战士，工人拿起了枪也可以成为战士。只要我们把千千万万的革命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可以建立起一支属于我们自己的武装。现在的关键是要下定决心走出第一步。
先生，这里是高级餐厅，衣衫不整者谢绝入内。衣衫不整，我知道我是谁了。先生请自重，否则我要叫警察了。叫吧，先生。这是戴先生的客人，让他进来。周先生，里边请。周先生。戴先生，客人到了。啊，福海啊，坐。这次福海身陷囹圄，还要多谢戴维恩出手相救。你妻子到上海找我那天，我人已经回南京了，这次你能出来，还仰赖张文白四处奔波。他倒是个重情义的人，这个谢字，你应该找他说去。怎么，也没把自己收拾收拾？哦，昨天刚被放出来，在陈明书家将就了一夜。今天就直接来见你了，还没回过家。这次没少吃苦头吧？在法部界巡捕处和枫林桥特务处吃的那些苦头，不提也罢。只是这次他们把我从上海押往南京，我以为要把我秘密处决了，简直是鬼门关走了一遭。喝点什么？我也来杯咖啡吧。你既然刚从鬼门关里转了一圈回来，还是来杯酒压压惊。两杯威士忌。你在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做着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待得好好的，跑出来干什么？别提了，这个职位是戴委员你推荐，蒋总司令任命的。蒋总司令还交办了我一些特别的差事，这你是知道的。问题是，蒋总司令在南京成立政府以后，武汉反南京的情绪那是日益高涨啊，每天不是发布公告就是开大会，又是反又是讨。作为你和蒋总司令的人，他们那些言论，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我只有走。你是怕了吧？没有，我怕什么？戴委员，我说句心里话，在我看来，今后的天下非蒋总司令莫属。只要是戴委员和蒋总司令瞧得起我，福海一片赤诚之心日月可见。从武汉出来船到了南京，你不上岸却去了上海干什么？那是我一时糊涂，原本想到了上海以后电告蒋总司令和戴委员，然后再来南京效力。谁成想在船上就被盯上了，告到陈明书那里，说我是共产党有二心。那人家也没有冤枉你啊。啊，你过去的确是共产党吗？戴委员，你就别取笑我了，那是我年轻懵懂无知走错了一步，我恨不得这一笔在我的履历中永远抹掉才好。我现在是什么心，难道戴委员还不知道吗？难得你还拎得清啊。蒋总司令在徐州和冯玉祥谈得很投机，已经决定联合实行清党，并督促武汉政府共同反共反苏，争取实现宁汉合作。汪精卫早晚也会是我们的同路人。福海啊，眼下共产党是我们的心腹之患。他们有两大特长，一是民众组织能力，二是宣传鼓动能力。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有体会。
比枪杆子，他们不是对手；至于笔杆子嘛，那可就是你的用武之地了。傅海，自当竭尽全力。戴委员，我干了，你随意。 单我已经买过，你自便。戴委员，傅海还有一事相求。江，我想见江总司令一面，可否代为安排？你等消息吧。 这之后不久，周佛海出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教官，逐渐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That stupid Roy, even showed once he obeyed the main instruction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那个愚蠢的罗毅竟然把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给汪精卫看。As a result. The progressive organs were shut down. The revolutionary masses were arrested. The workers' patrols were disarmed. Even the sticks of the Children's League were confiscated. 导致我们的进步机关被查封，革命群众被逮捕，工人纠察队被缴枪，甚至连儿童团的棍子也被没收了。It is a matter of fact now that Wang Jingwei has betrayed the revolution. 汪精卫背叛革命已成事实。 汪精卫反革命的心早已有之，五月指示不过是他反共的借口罢了。先是夏斗寅、徐克祥，现在又是汪精卫，形势日趋严峻，我们必须做出反应才行。The Comintern suggested that we issue a declaration exposing the crimes of mass murder and conspiracy of usurp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revolution by the new rightist group led by Chiang Kai-shek. And Wang Jingwei's treacherous and reactionary activities. 共产国际提议我们发表一个宣言，揭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集团屠杀人民的罪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以及汪精卫叛变革命走向反动的行径。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munist Party will continue to cooperate with the left wing of the Kuomintang, which follows the three major policies. 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仍将同 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合作。And will uncompromisingly fight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the warlords, and will always be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with the goal of liberating mass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并将绝不妥协地继续反帝反军阀，以解放工农大众为目标，永远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是时候。 改变一味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政策了。四一二发生后，我们在上海的同志第一时间联名发出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电文，但当时中央在北伐和东征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丧失了挽救革命的时机。Chang's attitude is negative. His ideas cannot sa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Comintern invited Chen Luxiu and other leading comrades to leave Wuhan for Moscow to discus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hen 先生的态度是消极的，他的主张根本无法挽救当下的危局。共产国际指示陈独秀等主要负责同志离开武汉，前往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To Moscow? How long will it take? When will they return? What about the Central Committee's work? The Comintern instructed to reorganize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s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hen stepped down from his leading position. At the same time, to form a temporary Central Committee to exercise the functions and powers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共产国际要求改组中共中央常委会，陈先生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同时成立由
这是我们五位组成的临时政务中央常委会，代行中央政治局之权。 After the meeting, who will go and tell Chen? 散会以后，谁去通知陈书记啊？Zhang, you always had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en. Don't you think it's reasonable that you go and tell him? 你一向和陈书记关系比较好，是不是？你去说比较合适啊。陈书记的儿子陈延年同志，一周前在上海被敌人残忍的杀害，这个时候去找他，恐怕不太合适吧。 Quite a good timing, I'm afraid. Yes, but the decision of the Comintern must be delivered to him by someone. 这是共产国际的决定，总要有人去通知他才行啊。我去吧。 民国三年，我和守成同在日本留学。我听说他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我的爱国心和自觉心，悲观厌世。我不服。可看了文章以后。 我打心底里喜欢。之后，我们认识了，一见如故。再后来，守成先生加盟了《新青年》，你们又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 再去拿个杯子，我要跟守成一起喝。那年。 守成请假骡车送我出境，我们相约建党，无论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始终并肩而立，这一立就是13年。 为了我们的友谊，我先干为敬。这些年，我和守成一南一北，难得相见，但我常常想起。 我们促膝长谈的那些日子，可惜再也回不去了。
人们总说南陈北李两颗星辰，以我看来他们都错了，比起首长我差之远矣。他的为人如日月之今天，如江河之心地，肝胆照人，光明磊落。南陈徒有虚名，北李却如北斗。首长，我敬你。无论是谁，我都不见。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寿昌，这段日子我过得很不顺心，你走以后爷爷走了，从四一二、四一五到马日事变，再到汪精卫也叫嚣着清共反共，合作已经是名存实亡。如走到今天，真不知该怎么往下走。当初为了合作，延年跟我闹得不可开交，你我之间也有了隔阂。我们跟延年一起喝，你等一下，我给延年拿个杯子。世间最让人痛心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更何况，他刚刚失去了一生的挚友。乔年，我就不打扰陈先生了。延年的后事处理了吗？松年和姐姐玉英去了上海，但也没能见到大哥的遗骨。蒋介石不准受尸。向来是死状凄惨，怕被人看到，引发舆论谴责。我知道你们兄弟俩情深，延年遇难，你肯定难过极了。但你务必要保重自己，先生还需要你来照顾啊。延年啊，说起来，
我们父子俩从来没有一起喝过酒。小时候，父亲因反冤被迫逃往日本，敌人要抓我们兄弟，斩草除根，我们一起避往乡下。从那时开始，我们便相依为命吧。虽然延年。 只比我大4岁，但“长兄如父”这4个字，我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之后，我们被父亲接到上海求学，挤在狭小的亭子间里，虽说过的是。 大饼就白开水的日子，但也乐在其中。之后，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入了党，又一起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学成归国后，效力中国革命，却未曾想哥哥竟然。 我听说在刑场上，刽子手要延年跪下。他说：“革命者绝不下跪，只能站着死。延年是从容就义的，他生前没能等到的那个光明的未来，我们一起替他创造，一起替他迎接。” 秋年，我就先告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会替你转达给父亲的。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恐怕他不会同意去莫斯科。陈先生当了我们党的总书记，整整7个年头，要他一下子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恐怕很难。 陈独秀拒绝了共产国际让他去莫斯科考察学习的要求。中共中央改组后，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和张太雷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代行中共中央最高职权。从此，陈独秀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 1927年7月12日至26日，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期间，汪精卫在武汉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开始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破裂。轰轰烈烈持续了一年多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共产党员，党的活动由公开状态。 迅速转入地下。
临时政治局会议的文件发下来了。那中央有新的指示吗？这次会上通过了三项决议：第一，将党长我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第二，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进行土地革命；第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 新时期党的方针和政策，我们的党就要开始反击了。全志，我们也有新的任务了。什么任务？去南昌，配合江在那里举行的武装起义。好。我一想到马上就能痛痛快快地和国民党反动派大干一场，我内心就抑制不住的激动。什么时候出发？明天，至迟后天。 必须出发。怎么了？没什么，我去收拾行李。 随时会遇到危险，丫头还不到10个月，实在不忍心让她跟着我们奔波，所以还是让她留在外婆身边，等她再长大一点，我们的生活也稳定一点的时候，再把她。我明白。其实就算在武汉。 我陪丫头的时间也不多。你看，我想给她做双鞋，都这么多天了，还没弄好。我真是个不称职的母亲。别这么说，你们妇女协会的工作那么忙，事无巨细都要想到管道。再说了，丫头有娘照顾，还有小姨陪着，你是可以放心的呀。 每次想丫头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这一代的未来。孩子长大了，会理解我们的，对吗？会的，他们一定会的。我们先把鞋子给丫头做好了，再收拾行李。 两天后，陈潭秋、徐玄植夫妇前往江西，为配合南昌起义部队，他们和江西省委的同志们一道，积极动员各界民众，承担了交通、联络、后勤和宣传工作。我们具体的计划是：贺龙部第20军第1、第2师进攻旧番台衙门、大石远街和牛行车站等戍守军。 叶挺部第11军第24师进攻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和百花洲等戍守军。另外，聂荣臻和周师弟同志准备将张发奎部第25师73团和75团也拉到南昌来支援我们的暴动。太好了，他们一来，我们就如虎添翼了。现在的问题是，朱培德第5方面军第6军的主力正从萍乡向南昌开过来，所以。 我们必须在他们赶到之前举行起义。你们要起义，得到张发奎的同意了吗？张发奎，为什么一定要得到他的同意？平山同志，这还用问吗？现在参加起义的，不都是张发奎的兵吗？虽然说是他的兵，但是带兵的都是我们的人，而且动员工作已经完成，组织起义不会有问题。当我们当初决定把力量集中到南昌来。 是为了与张发奎联合，一起回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2次。此一时，彼一时了。
张发奎已经站到了汪精卫那一边，我们就应该摒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独立的在南昌举行起义，成立新的政府。这个建议秋白回到武汉时已经向中央报告了，鲍罗廷也是同意的，你不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但鲍罗廷27日已经离开了中国，接替他的罗明纳兹已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就派我来到这里。共产国际最新的指示是，如有成功的把握，暴动才可举行。这一点，在昨天的会上，我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浩瀚史册，读出中华民族灵魂和脊梁，是你们高举信仰的火炬，照亮南湖红船破晓起航。惊涛骇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开天辟地水青龙伏虎开歌谣，是你们敢洒热血换新天，中国命运始终扛在肩上，旗帜领航，巍巍巨轮成